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一部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集第一集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地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溺地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订机票就同城，天天低价，想飞就飞。同城旅行邀您收看《爱的二八定律》。双硬核墙内户的皇家美素佳儿邀您观看《爱的二八定律》。家中常备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邀您观看《爱的二八定律》。这份报告是你先生给你的，你看见了吗？万金永利，他们发行量最大的一支产品，过去16个月资金全部流向了一家叫做梭罗科技的公司，用于生产电动车。但是这家梭罗科技的联系电话打过去，竟然是一家印度餐厅。那这样的公司资质是怎么通过风险评估的？还有一家所谓的生物科技公司叫圣基因，股东叫飞沙生物，过去呢曾经因为非法在中药口服液里面增加抗生素而被投诉。就在过去3个月，陆威玉兰竟然给这家公司做了款网络借贷平台产品，融资1亿。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吗？也不是所有产品吧。一开始他们投资的项目还算靠谱，回报率呢也在合理范围，最近一年问题特别严重，除了这两款产品，洛威玉兰90%都是长期产品，还没有到集中兑付的时候，所以还没有暴露问题。那如果他们按时还款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就算是出了问题，你说蓝总他们这么大的集团，他会撒手不管吗？在这款 P2P 产品倒台之前没有暴露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咱们跟女企业家协会的合同是不是能再看一看，最近有几款产品已经到了兑付期，咱们先看看再说呢。哎呀，来不及了，合同不是没寄出去吗？寄出去了。吴飞，昨天公司最后寄出去的那份关于女企业家协会的合同，让快递员取消派件。立刻马上，秦律师，我还没到公司呢，我到了公司我就立马给您查。等你到了我都能查了，你赶紧想办法，赶紧的。秦律师，怎么了？等下跟你说。你们谁有前台安妮的电话？如何拦截快递？公司通讯录里应该有，怎么了？我要查一份合同，对方催得急，我还有10分钟就到律所了，可以帮你去看一下。
大恩大德，大餐回报。我有，大餐请我吧。我先上去了。你好像忘带什么东西了吧？没有啊，都在这儿呢。好好想想。嗯，我得赶紧走了。手机。哦，要一直想我啊？想得美。慢点。喂，安妮，我是家庭部的吴飞，我有点事情想问你。找到了，谢啦。对，我们这边出了点状况，需要推荐。你这快递我刚送到啊。那麻烦您取回来吧，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公司的问题，麻烦您了。行，那麻烦您给我们公司打个电话，备注一下车单好吧？没问题，谢谢。吴飞，你真棒！使命达成。好了，合同拦下了。其实，我现在很严肃地问你：你这份分析报告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你敢不敢对这上面的数字以及引发的所有问题负责？你确定你总结的这些没错吧？关于金钱和数字，我没有错过。写这份报告的人，我100%信任，所以我可以负责。唐总，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同意，都不是真的。你先别说话。哎，唐总，李代，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碰我。秦氏，你这次也太过分了啊！平时我就让着你，你真当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让着我了？说不过我就是让着我，精神胜利法是吧？不管怎么说，我跟赵丹平已经说好了，今天无论用什么方式，这份合同必须给我送过去。要是不送呢？不送，那丢失一个大客户，责任你担着。我担着。秦氏，你到底跟唐总说什么了？你也说给我听听呗，让我也领教领教咱们家庭部第一名嘴的水平啊！你要是不能像说晕唐总一样说晕我，我可饶不了你。我不用你饶不了我，自己看吧，骗子。谁骗谁啊？喂，老金，你现在在哪儿？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你的消息我看到了，先别着急，等回去以后再讨论对策。你现在是一个人吗？秦氏和李代都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出去。哦，不用，你们留下。一会，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把钱？我现在不是追究责任，我必须知道我面临最坏的情况有没有。金总，慧姐说有。多少？多少？2500万。Thank you.
我马上回来。我回来之前，这个消息不许离开这间办公室。回公司。好了，军总。小杨，真得谢谢你，你给的消息啊太准确了。前两天他们就发布了股权更替的消息，这一下啊拉了好几个涨停板啊。今天咖啡啊我请，别客气啊。哼，我也买了一个特牛的理财产品，国外基金公司直接操盘，投的是电动车项目，就每个月到手那个利息啊，哎呀，我说出来不要吓死你们喽！这么好的产品，你怎么不介绍给我们呢？告诉你没用，他这个产品不对外。我儿子嘛，他有一个客户，那是大老板。我儿子嘛，跟他关系蛮好的，哎，这么着分了一点点份额，都是身价上亿的一线的大老板在投资的。我们这点钱那就是苍蝇肉嘛，您点不行。两个轮子的吧。老周啊，你说的这个该不会是洛维玉兰吧？哎，对。哎呀，小杨，你消息蛮灵通的哦。你们怎么看？这个投资从协议上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第三方公司也拿了一大块地皮作为担保，目前为止都按时支付了收益。如果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梭罗科技存在信用和资质问题，那要提前赎回资金可能需要支付一大笔的违约金。您呢？我不同意。从洛威玉兰到梭罗科技，再到飞沙生物，每一个公司都是空有名号，具体什么样子咱们也没见过。就算有第三方担保，那块地皮到底值不值钱，是不是有产权问题，咱们也不清楚。我同意齐日的观点。我已经派人去落实那块地皮的情况，但以我的经验，并不乐观。你别说了，我们律所天天跟人打官司，这样的合同看的还少吗？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一声啊？这事让人知道我们成宇会的资金被骗，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哎呀，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你说蓝总他们这么有钱，他为什么要骗人呢？唐总，赵丹平的电话可能是来问合同的事情。不接，接了我能说什么呀？我还费心费力的去巴结人家，现在可倒好。秦律师，你能如实的告诉我，这份报告是从哪儿来的？谁写的？因为我需要马上做决定，这份报告的可信度非常重要。这份报告是我先生杨华写的。我记得你先生是做投资顾问的，是吧？他对于这部分比较熟悉。最早也是他先提醒我，觉得洛威玉兰有问题。那这件事除了你先生之外，你还跟别人说过吗？没有。喂，是我，说吧。地皮的情况已经落实了。那块地有是有，
但已经多次质押，根本不能用作资产担保。金律师，我希望你做一件事儿。我希望你先生对他看到的所有数据和消息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能做到吗？我明白了。别急，趁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对付问题，不要声张。不管用什么办法，哪怕赔一点违约金，都要把钱要回来。哎呦，那不可能！他背后的资金是相当雄厚的，他中方老板是玉兰集团的董事长，他怎么可能倒？那不可能的呀！老周，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小杨自然有他的消息渠道，你先听听就好吧。啊，好，听听听听。那你说，你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行。喂。在哪儿？我在外面。罗玉兰这件事情你没有跟别人提起吧？出什么问题了吗？没什么事。反正这件事呢，你谁都不要说，一个字都别说。为什么？哎，你别问了。总之事情没有明朗之前，谁都不要说。具体的我回去告诉你。啊，就这样。哎，小杨，快说说，你这个消息什么渠道来的？我们也有认识人的呀。关于这个，现在不能说。一慧，你很着急吗？哎，还有一个多星期就结算利息了，你现在出来可损失不小。我们这个项目做得这么好，好多人都拿着资金等着进来。你现在出来，想再进可就进不来了。兰姐，我知道当时你也是帮我的忙，可是这回老金他突然间决定要连开十个办公地点，之前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跟我透。哎，当然也怪我了，我投资的事情也没有跟他讲。啊，那你什么时候要这笔钱？您看方便的话，这周可以吗？喂，兰姐。哦，应该可以，资金也不大。不过老庞现在人在国外，要过两天才回来。等他回来，我让他优先处理你这件事情，你看好吗？哎呀，太谢谢兰姐了。嗯，等庞总回来了，您给我消息哈。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下次见面我一定当面跟您赔礼道歉。不用，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谁还没有个资金需求啊？放心吧。好，兰姐再见啊。给你记一功，给你点个赞。杨工，完蛋了！完了！完蛋了！完了！替律师，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头疼啊？怎么？你有药啊？没有，多喝水，保持百病。哎，你去哪儿啊？你找唐总签字了，去哪儿啊？别去了。唐总现在签什么都没心情。工资单。哎，
工资单要签的吧？我要是你啊，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跟唐总提任何关于钱的事情。为什么呢？2500万，小点声。出大事了呀！哎呀，你别嚷嚷了，人家现在说能还，是真是假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了。那要是还不了呢？哎，我倒要问问你啊，这钱要是还不了，对咱们律所影响大不大？影响太大了，这笔钱是现在我们律所所有的流动资金。希望罗威玉兰在倒台之前能把这笔钱先抽出来。崔合同，人家秦师现在是大功臣，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都留给我了，你说我冤不冤？那你也不能这样躲着他呀。那我应该怎么说呀？哦，不好意思啊，赵小姐，在不久的将来呢，你的投资人都会找你打官司了，我们不能与你共患难。你呀，就是太着急，懂吧？我跟你说实话啊，不止这一次，这两年你跟秦师之间的竞争，所有人都看的，对吧？按论能力来讲的话，你俩不相上下。但是，论先天优势来讲，他就是比你高。什么优势啊？他已婚已育，我未婚未育啊。哎，对吧？那又不是我不想结婚的。我为了工作，放弃了个人生活。我懂，好吧，我全懂。那你怎么样？女人做事业，就是要比男人辛苦的呀，对吧？但是你不能光想着为别人的城堡添砖加瓦，哦，大青春、大精力，最后把他自己弄得什么都不是，心态崩掉了，那就不合适了呀。喂，小李啊，上一回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啊，对方的妈妈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希望能帮他再争取一次机会。上次那个人就别给我提了，好吧？我都已经把他拉黑了。我交了会费，充了会员，你要是提供的都是这种服务，介绍的人都是这种水平，那也太不符合服务合同上的标准了吧？你的心情啊，我理解。上一回他就是一个意外啊，这也是我从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误，我跟你道歉啊，实在是对不起。但是这个小伙子啊，他真心是不错，他可是复旦毕业的。这一回我帮你要到了照片啊，我发给你，你先看一下。如果要是还是不满意的话，我再帮你找呀。啊，我马上发给你。原谅所有人，你不能光想着为别人的城堡添砖加瓦，哦，大青春大精力，最后把自己弄得什么都不是，心态崩掉了，那就不合适了呀。对，杨华，太阳的杨，个人资料我发给你，
我先去跟他本人核实一下，你等我消息啊。杨华，怎么那么耳熟啊？这份报告是我先生杨华写的。杨华，这也太巧了吧！唐总和金总让咱们过去。你那份分析报告，我让一个做金融的朋友帮忙看了，说做得很专业。他好像认识你老公哎。哦，是吗？你朋友也在国外工作啊？那倒不是，他说认识一个做金融的，也叫杨华，复旦毕业的。不过杨华这个名字挺大众的，说不定是同名同姓的。他认识那个人也是穆易阳吗？对，穆易阳，中华的华。我老公是太阳的阳。The money of Chong is no problem. I don't know how we. Know. 王总，有些人真的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们俩坐。对，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意外的。我们律所开的好好的，跑去跟洛威玉兰合作什么项目，真的是。哎，夏总，好久不见啊。好的，方便方便，谢谢你的关心啊。我们也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我们没有参与过洛威玉兰的项目，他们情况实在不清楚。是是是，哎呀，真的没什么可隐瞒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有空我们一起打。行，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哎呀，老金，你赶快给我充充电吧。接了一天的电话，我这人整个都快要没电了。哎。要了命了，半个朋友圈的人都在问我洛威玉兰的事情。我问你们俩，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哎呦，我反正早上8点在你办公室，下午2点钟才回去。我刚回去连饭都没吃，我就吃了口巧克力，看了点东西就被拎上来了。你确定你先生没有说吗？肯定没有。我刚刚就想下楼买个面包，遇到老乔了，随便聊了两句。聊什么了？没聊什么，就发发牢骚。这一大早，因为合同的事情，整个公司都知道。我跟秦师要抢协会代理律师，老乔就劝我不要那么急躁，让我谈谈恋爱，平衡一下内分泌。你还笑得出来？我们这一出事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成宇会啊，流动资金吃紧，我简直怀疑这办公室里边有针孔摄像头。觉得你也别太生气了，是这事儿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对咱们来说不是坏事啊。这么一来还给蓝总压力呢，这2500万他肯定得还了，不然也对洛威玉兰不利。
但就是蓝总这人，咱们肯定得罪了。我现在反倒希望洛薇玉兰真的有问题，要不然我们就是彻头彻尾的不讲信用，还是在背后说人坏话的无耻小人。别说蓝总了，全浦江80%的女企业家，我唐一慧都得罪光了。你先吃点东西，喝口水，缓缓。你把你那个手机转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接。反正这个事儿呢，不是咱们放出去的，咱们问心无愧，好吧？没事儿，这点场面我还应付得过来。你们俩先去忙去吧。有事你再喊我。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一点是什么吗？我觉得你心理素质特别好。你什么意思啊？我要是你的话呢，我现在就赶紧去跟老乔对个口供。我为什么要去跟老乔对口供呢？如果只是洛薇玉兰这件事呢，你还能说跟自己没关系，但2500万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那两位肯定不会说的，剩下不是我就是你了。我刚刚回办公室以后呢，上网记录聊天记录都能很容易查到，你呢？其实人在律所啊，不一定消息就传不出去的。哦，对了，你老公是做什么来着？哦，金融投资。听说啊，他那个圈子消息传播得更快呢。我老公说他没说过，他就肯定没说过。有时候男人说话还要全信。现在不光是洛薇玉兰，连我们律所的财务状况别人都知道了。我老公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清楚这些吧。我跟你说啊，金总跟唐总呢，现在人在局中，顾不上想这些。等他们冷静下来，这种事情连我都能想到，更何况他们。喂，老乔，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喂妈。儿子，你在干嘛呢？买了菜，准备回家做饭。哟，做饭啊？嗯，你还真是心疼你的女朋友啊。啊，不过也对，小琴工作这么辛苦。你是要当好后勤的，妈，你为什么还要婚介公司安排我去相亲啊？没有啊，不是我啊。妈，哎，你知道的呀，上次你不是没有去相亲吗？损失了一次机会。人家收了这么贵的会员费，总归是要提供服务的呀。我最近也没有联系，估计啊，别人以为你还是单身呢。不过儿子啊，你闲着也是闲着，你去看看也好的呀，只要不让小琴知道就好了。妈，我已经跟对方说我有女朋友了，而且我觉得有女朋友去相亲是很不道德。啊，对对对，我儿子说的对，妈妈支持你。我儿子品学兼优，你上次给我看的视频我看了，我看你们这么相爱，我看着也高兴。我还把那些视频给我们舞团的小姐妹看了，他们都说很般配的。哦，对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小琴具体在哪里上班呢，人家问我，我也说不上来，这总归不太好吧？琴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哦，那具体在哪家律师事务所呀？你问那么清楚干嘛？你不会又要去找人家吧？没有，我才没那么空呢。妈，我已经根据你的安排跟秦氏在一起了，而且我们现在相处的挺好的，
你各方面也满意了，就不要再出什么新花样，人家工作很忙，不要去打扰人家了。小琴不是律师吗？我帮他宣传宣传，我给他介绍客户呀。人家接的都是大官司，你那些朋友的生意他做不了的。好了，不跟你说了，快到了。进，秦律师。肖先生离婚案的起诉书。好，今天一定要发出哦。嗯。给。这是。我看您爱吃蛋黄酥，我刚买的。您下午饿的时候垫垫肚子。谢了。哎，你跟信美公关是什么关系啊？你是有熟人在里面工作吗？是挺熟的一个熟人，从小就认识。你认识一个叫陶俊辉的人吗？好像听说过。他也是律师对吧？跟您一个学校的。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他女朋友是西美公关老板的女儿。您跟陶律师认识？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个辩论队。那您还需要知道他什么事情吗？我知道他现在在新世界律所。你能不能去打听一下，他主要负责的是哪方面，经手的有哪些案子？您要了解这些干嘛？我怀疑他手头有洛薇玉兰的案子。这件事你悄悄打听，尽快给我回复。放心吧。嗯，那我先出去了。喂，怎么了？哎呦，听你这语气，我怎么显得那么讨人厌呢？中午受刺激了。啊？谁刺激你了？不说了，什么事啊？哎呦，我不就是心里烦吗？闷，想找你喝点酒。喝酒？这才几点啊？哎呦，我知道你忙，我自己备好酒水和下酒菜，直接上你家等你去啊。行。那我尽量提早下班。得嘞，咱俩今儿不醉不归。等一下，等一下。新搬来的。什么时候搬来小帅哥啊？哟，还居家型的。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帅哥邻居啊？居帅哥。喂，啊，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有好多会要开，可能会忙到特别晚，咱俩改天再约吧。啊，这样啊，没关系，我已经在你家了，有人陪我喝。你在家吗？到底现在啥？放心啊，你就安心忙你的吧，我们俩会喝得很尽兴的。
是不是？哎呀，对对，又不近视，是不是啊？好像是，不知道。你当时不是在现场的吗？是我是在，但是现场很多人呢，我跟秦律师之间隔了好几堵人墙。我当时我就看见，看到什么了？我看到秦律师亲的，不是人家两口子团圆，我总盯着看上。哎，你总关心人家老公长相干什么呢？怎么了？好奇不行啊，我就想照着这个面相找老公，行不行？那你这个不太好找。怎么不好找了？你给我好好说话。行，好找，好吧？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想怎么着怎么着。你每天可能有点闲，但是我真的工作很繁忙啊，能不能让我把工作先做完，行吗？秦律师的办公桌上，不是天天都放着她和她老公的合影吗？是啊，你干嘛呢？找秦律师啊？嗯，哦，他刚刚有急事出去了。啊啊啊！没事，你先去忙呗。啊，行，那你有事叫我啊。门锁着呢。应付杨华妈妈的查岗，秦氏和杨华的契约关系升级，两人开始商定合租。你会发现很多的电视剧里都会安排男女主因为各种意外啊需要同住的情节，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很符合爱情发生的逻辑的。为什么同居它能促进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呢？我们今天谈恋爱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可能就是双方因为工作太忙，平时根本就没有机会好好接触，共处时间不多。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两个人想要拥有好的关系，或者从浅层关系能够走向更深层的关系，其实我们是需要